收看欧野华语新闻，我是何丽颖。假期到了，你有什么好去处？有人想到假期，满满的人潮，长长的车龙，大概就不想出远门了。如果你是新山人，这里要告诉你一个不必长途跋涉却很有魅力的地方，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工程体验游乐场，让你乐不思蜀，马上去看看。位处新山 Eco Spring 的 Spring Labs， 汇聚11家色彩缤纷的三角屋集装箱，独一无二的建筑设计，浪漫优美的滤镜视野，吸引不少网友来这约会、聚餐、拍照打卡。这个充满欧式风情的商业街区，还有一个吸引小朋友的卖点，那就是由新加坡创办的 Digaside Boot Camp 工程体验游乐场。这个游乐场能让小朋友亲身操作挖土机，还可以堆起泥土建造房子，十分有趣。在这个工程体验游乐场，小朋友全副武装体验当工程建筑师的滋味，在完成工程体验后还会颁发证书给鼓励小朋友，让他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。欧野记者何丽颖 Eco Spring 采访报道。